巴龙队放拉东的那个伤害测试看看，因为放了拉东等于是每回合三倍的持续增长。感谢 Tiger You， 呵呵。血量是4693，就是爽。欸，他那个直伤是无视强化盾，欸，有点猛，欸。是因为要削到强化珠吗？让我们这边不要削强化珠试试看。啊靠，要天降。如果说不敲强化珠的话，看我一直敲到强化珠，如果说强化珠的那个直伤如果没有敲到强化珠可以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准备开拉东哦，欸，我们的暗珠是不是有点少啊？这样子暗龙使追打三下，1300万追打两下，追打两下，总共打三下。然后这边呢，啊，我真的是看不懂啊，我真的超讨厌这个东西的。多少？1900万打三下，超猛！每回合5000万伤害，这什么？看不懂啊！手消一息，头尾各掉一颗暗墙。哎，每回合伤害破亿。这个平砍，我们这边再开这个。看不懂，开技能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看聊天室比看那个怪物的技能更开心。好，这边被重置掉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这个46000的血，爽爽爽爽，然后就算不开暗龙使一样超猛，不开暗龙使一样超猛。你看这个不开暗龙使的伤害，这队不一定要搭暗龙死，当然搭了会更好，啊。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真的看不懂。不开暗龙死，他直伤直接轰200万，哎，轰直接轰死，然后攻击就没打出去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他直接被那个轰死，然后我们队员的攻击就没打出去了。那这边呢？看不懂啊。这边我们洗一下技能哈，有没有洗出那个？我们这边就不要转太多，因为这边你转太多，它很容易天降哦，超容易的。我们转这样就好了，1234 5C 就好了，6，哦，它很容易天降，超容易。1234 5 6，好，他死了。
我什么看得懂？我看得懂你的名字啊，一息锅。你是不是都转一息？直接轰死的话，搭中技能会没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如果说六只全部都是八龙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屌？靠腰不能开这个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暗龙死亏了哎，暗龙死该亏了哎。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，白龙差一回合，我们等一下白龙好了。我们这边转个一回合，然后等一下白龙，好不好？还好有金将。然后这边转这个，我看一下。三张五千万，这对的伤害应该也不太需要水龙石，伤害有点狂。换新手机没有啊？没有换新手机。放拉东是一个不错的啊，是一个不错的增伤啊，只是比较怕遇到附加消除。